每一天牧师跟你做会祈祷。今天是9月20，诗篇32篇第2节安尼讲：求你阿耳孔听我，赶紧来救我，做我坚固的石盘，做保璃拯救我。三个来祈祷，最愿保璃拯救我的天父，我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公义的上帝，我倚靠你最愿的保护，求你予我永远袂失败见效。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对我的应允永无落空，求你解救我，救我脱离人暗中所设的罗网，因为我将我的灵魂交托你，你就要救赎我。主啊，我在患难中的时候，求你怜悯我，我的目睭因为忧伤灰气，我的心神，我的身躯因为忧愁来衰弱，我的气力也因为安尼来衰烂。主啊，求你阿耳孔听我，赶紧来救我，做我坚固的石盘，做保璃拯救我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感谢主，咱的上帝是公义甲信实的上帝，伊要照伊的应允来拯救咱，咱就将咱每一时每一刻来交托乎伊，就伊要成做咱坚固的石盘，也要真多咱的堡垒来拯救咱。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